今天是2015年的 ITF， 正前方是观光局，你可以知道什么人什么叫做人山人海了哦。你看，马上来，就是是马来西亚馆，只是属于亚洲区，韩国馆、日本馆，然后再往一点的话是整个旅行社的部分，你看一下整个摊位。那日本馆目前是人气是最旺的哦。一楼摊位也已经没有办法负荷了，所以现在有些的展馆已经拉到整个二楼来了。好，OK， 拜拜。